喂 ，hello， 喂，都係啊，仍然都係喺香港藝術節第48屆嘅 Grand Opening。咁佢喺我隔離咧 ，OK， 介紹靚女先啦。靚女咧就係 Pansy Low 一位好出色、前途無限量嘅一位 dancer。一陣間咧都會由佢去介紹佢自己。另外一個好有型嘅靚仔咧就係阿聰。喂 ，Pansy， 我好開心見到你喺度，阿聰又係啦。咁我知道咧，你哋今日咧，今次咧就係嚟 Hong Kong Art Festival， 你哋有一個嘅 dance 嘅 program 係咪啊？我哋喺個 program 係 Jockey Club Contemporary Dance Series 嘅其中一個 program 啦，叫做 Voice Out 眾星起舞。咁我哋 total 有五個編舞嘅，咁我係其中一個編舞啦，而阿聰都係其中一個編舞嘅。係，Pansy 咧就係我演藝學院嘅師妹啦 ，dance school 啦。不過唔係好記得你係 dance 嘅，你係 contempt 定係邊邊？我係 ballet stream 嘅。OK， 咁靚女咧都係㗎啦。咁喂，其實可唔可以簡單咁樣介紹一下 Pansy 你個 piece？ 啊，我嘅 piece 咧，其實我哋仲係喺度溝通緊啦。咁我哋今次嗰個 program 其實係五個編舞一齊合作去做多少少嘅嘢嘅。咁我哋有啲唔同嘅 collaboration 啦。咁我自己嗰隻 piece 咧，其實係想以一個 theatrical 嘅形式去講一個故事嘅。咁比較多可能多少少 text 嘅形式啊。咁我都做 study 緊呢一方面嘅嘢嘅。咁我都我自己本身係芭蕾舞系出身啦。係啊係啊係啊。咁但係我亦都接觸好多現代舞啦。咁我亦都好想運用呢一個方面嘅。The combination 係啦，嘅 combination 去做呢一隻 piece 嘅。係係係。好啦，阿聰你係可唔可以？嗱，呢啲咁有型嘅男人咧，多數都係啲舞蹈家嚟㗎啦。你可唔可以簡單咁樣同我哋嘅觀眾介紹一下？阿聰，其實你係喺 dance 入邊，你係讀 dance 乜嘢？邊個？我都係讀 dance school 嘅，contemporary 畢業嘅。contemporary 係啊，咁跟住就離開咗香港，去咗台灣發展。跟住今年先翻嚟香港。台灣邊個 dance theater？ 雲門二。哎呀，雲門哇！雲門二添，仲要哇！雲門一已經雲噶啦，雲門二仲要雲多兩雲，你話幾型？因為呢個作品聰你都係有喺入邊編嘅嗰個。係啊係啊，今次入邊即係正如 Pansy 講啦，其實我哋其實會五個都會有啲最後應該會有啲唔同嘅交流同完成同一個製作，所以我哋而家都有諗緊點樣可以集合我哋嘅意見啊，或者之後嘅時候可以再融合到每個人嘅嘢。係，我哋五個都喺度溝通緊啦，喺度傾緊，喺度點樣去再製作呢一個 production 出嚟嘅。咁我哋都今次 voice out 咧就唔想太過 chop 開一隻 piece 咁樣。係啊係啊，啱啱呢個方向好正確。係，咁所以我哋都溝通緊點樣去合作咯，我哋五位一齊合作。咁我覺得有趣嘅，因為好多時候都係自己顧自己嗰隻 piece。咁但係今次我覺得你唔好埋嚟睇。好厲害，今次我覺得很開心是跟他們五位一起合作，除了我們兩個之外還有曾景輝、Terry、馬斯亞，還有一個比較年輕一點叫阿樂的一個男仔的阿樂，是陳偉樂，是啊，那我們五個就會一起合作去做這個 production 給大家看。我想這段期間都是在創作啊，或者是特別是 contemporary dance 咧，好多時候咧，即係都真係啊，因為我哋作為一個舞蹈迷咧，我哋都會知道，即係未到最後嗰個 final 嘅 month 咧，即係未去到 final 啲嘢，未去到最尾嗰個月，有時可能都係即係有個 come up 一個 new idea， 我哋會擺落去。即係我相信呢類都係 contemporary dance 或者係佢一個譬如佢吸引人嘅地方。是一路在不同的排演裏面一路會變化，可能在這段期間都你們兩位都未講到一些真的很實際的，因為我們還在溝通大家在這裡磨合緊看怎樣去做這件事，所以都是在很早的階段，所以我們可能突然間 pop up 一個 idea 出來，所以遲些大家來看的時候
候就會比較多啲。嗱，不如咁啊，我諗喺創作上面咧，就暫時未講到啲乜嘢啦。可唔可以講咗俾我哋聽個 date 嚇？賽馬會香港賽馬會當代舞平台，今呢一次個 date 即係你哋個 show 個 date 啊 ，fans 啊，衝啊，你哋呢個 program 個 date。同埋你哋嗰個演出嘅 venue， 等我哋啲觀眾咧可以知道，咦，即係開飛嘅時候買飛嚟捧你哋場。今次嘅 program 係香港賽馬會多代舞蹈平台，我哋嘅 program 咧叫開周，眾星起舞喺3月12至14日嘅。喺邊個 venue？ 喺文化中心呢個劇場。文化中心 theatre，OK， 咁記得去捧場。OK， 多謝兩位 ，thank you very much，thank you。